近年来，台湾的农地陆续面临被征收或是作为其他开发使用的问题。台湾农村阵线举办粮食主权农民论坛，希望凝聚力量，共同守护我们的环境。在屏东车城有一座彩虹农场，这里不止种作物，也养动物。屏东环保联盟尝试建立一套循环式农业的运作模式，找回传统农村的生活智慧。餐桌上丰富的食材为什么会变成废弃物？从人们买东西吃东西的浪费，到农业产销失衡的耗损，食物和废物就在那一线间。高台上的各式餐点是人们口中的飨宴，人类吃不完的料理是猪仔们眼中的大餐。盛产季节，菜价大跌，成熟的蔬菜根本没有上架的机会。平平是食物，一样都可以喂养众生，为什么有些是美食，有些却成为人们不屑一顾的废弃物？一间普通的民居静静地坐落在山脚下，冬阳温暖，现在正是农忙时期。农民温炳贵和妈妈温中心妹跟往常一样，正在整理当天下午要寄给客人的小番茄。温家世居高雄美浓，是一个典型农家。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近年热门的小番茄，而家中的食物来源无需外求，都是温妈妈一手张罗出来的。一般农业社会的都会留房子旁边的那个咔咔角啊，或者是有空的地方，就会妈妈他们就是阿妈他们都会自己种菜，所以根本不用买青菜，青菜有时候多的甚至还可以送人。哪个买种？今天二十个都种，个人一种也四个。俺们不是买菜，俺是买菜呀、啊，俺有小鱼呀，俺有小鸡呀，猪肉买买啊呀。抢买猪肉去呐哈。哎呀，啊无哎，俺们去加油啊，俺全部是的都打白色啦。哦。橄榄叶，过来伊都种橄榄叶啦，俺们把橄榄叶种了有四天啦。莴苣、青椒、芹菜、青葱。各种当季蔬菜都可以在温家的菜园里发现，不过样多量少的蔬菜并不会有丝毫浪费，因为园子里的耗损菜叶或是家里的剩菜厨余都被黑猪吃光光了。这是个多肉以后阿姨是个干肉，可能是个菜虫的多变色，是个饭虫的给我们吃它有变色。一口就吃完了，你看。我们养猪养了大概有二十几年，但是不多啊，大概养一些母猪生小猪，然后卖了换取一些那个经济上面的需求。跟温家不同，大部分非务农的家庭还是得花钱买菜。果菜批发市场、传统市场决定了这些人的三餐大事。七点来何位啦？啊，八点我都爱来卖啊啦，蛮辛苦的啦。啊，像即马这无花啦，都无人开，蛮辛苦的啦。云林县的西螺果菜市场是全台湾最大的蔬菜集散地。许多农民、盘商和零售商每天都会聚集在这里进行蔬菜批发的交易买卖。我们目前西螺果菜市场每天的交易量，每一天大概有1000公吨，那么每一年大概有35万公吨，年交易金额已经突破50亿元。我们的果菜市场每天出货量几乎占台湾的一半以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可是二月份春节过后，市场需求量下降，
各类蔬菜菜价趋跌，再加上产地气候温暖，产量大增，导致菜价一跌不起。西螺果菜市场内一摊摊整齐美观的蔬菜乏人问津。以菠菜为例，家庭主妇在市场上的购买价格大约是350元，可是在西螺果菜市场的批发价却是9把一大捆30元，到了傍晚收摊的时候更惨，可能只能卖到10块钱。蔬菜产地哀鸿遍野，农民惨兮兮，农产品的下场也让人不忍卒睹。啊，无啦，像安尼晚上8点啦，无人买，啊，都爱断掉。采收的蔬菜被丢弃，一些还在田里的蔬菜根本没有上架的机会。这片已经成熟的莴苣就是因为批发价太低，农民干脆除掉不收成。这一个菜干那本钱都爱几个千块嘛，有啊，遐落遐肥细油啊，都爱几千块。你就掉啊！农民被迫亲手耕除自己的作物，何等心酸！明明是食物的蔬菜，全部变成毫无价值的废弃物，又是多么的不堪！这些农产品的耗损，是一般民众不容易察觉的巨大浪费。另外还有一种食物耗损，不是发生在产地，而是出现在市场。哎呀，搬起来了！这里是高雄旗山传统市场，一大早婆婆妈妈就来这里挑选食材。跟几摆啊，大家看无吃的青菜地里条安尼啊。菜贩潘先生、潘太太在旗山市场卖菜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这么多年来他们都会把各类蔬菜整理得漂漂亮亮的，迎合客人对外观的要求。人家说要较新鲜，鲜鱼最好，较新鲜啊，我看到讲吼，伊啊现紧的，当作是新，伊就现烤起来有无？较新鲜啊，就爱买啊。越漂亮越便宜，交易便宜。像那个青菜没有洗干净，它也会咸呢。对呀、啊。哎呀、啊，你买香菇，我塞一些叶子，它也要挑掉。对呀、啊，也会啊。你要酸辣、啊、它就把尾巴切掉啊。这样会比较好卖。对呀、啊。除了潘先生、潘太太之外，旗山市场内的每个菜贩都是如此。对他们来说，这是卖菜的基本工作，不做好就别想把菜卖出去。采下来就要挑过它，你那个丑丑的客人不会买的、啊，就是那个干叶子啊，还有那个黄色的都要挑掉。以前应该没有这么浪费的，现在人生活品质比较高，一点点老叶子就挑掉了。之前也比较勤俭。一点点虫咬的痕迹，出叶的斑点或老化，看在消费者眼中就是不良品，无形的浪费也在这种规格化的观念下一点一滴累积而成。行之有年之后，农产品逐渐被要求成工业化的产品，不仅不能沾到泥土，外观要好看，最好大小尺寸也要一模一样。工业的话，工厂可以大规模制造出每一个都是规格化的商品，可是农业就不是这样。那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它其实就是会长出各种不一样的这个农产品出来，不管是从它的形状、它的滋味，那其实它的这种不一样的这个特性，其实是反映出了比如说不同的地方的环境、不同的气候、不同的人文，那这个是很丰富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在整个现代化的消费的社会里面，特别是这种超级市场的这种消费的方式，就把我们的整个农产品从口味到形状到颜色全部都要统一化，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廉价的食物，但是是浪费的体系，没有商品价值，但它根本还有食用价值啊。好，所以这种商业的市场机制会让我们忘记了所有的东西的投入的成本都在，但它没有办法转换成被使用的价值，这是最大的浪费。不止一般市场的食物买卖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从事有机或无毒的农友一旦迈入自产自销这一步，面临的出货压力更大，因为每一项农产品都清楚载明生产者和产地资讯。没有品质就没有明天，那所以现在的品质要求会更胜以前，因为过去是种不出来，那现在是好还要再好，这是我们自我要求的基本原则。所以以小农自产自销的这种模式来讲，你的这种品质把关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这个是代表是我的责任，我的招牌是放在这个产品，可以让消费者知道食物的来源，有可以追溯到源头，可以确认生产者，而且可以吃得放心。目前进入有机转型期的廖俊凯，从小在云林农村长大，退伍后随即务农种菜，今年已经进入第20年。为了保护自己的品质招牌，他不得不小心翼翼挑菜分类，把收成分为出货、自己吃、土鸡吃三种标准。我们现在就是田间采收完以后，先在冰箱里面预能，预能完以后，我们现在拿出来理货，那我们就会在这边消，然后把不好的拿到桶子里面，然后养鸡或养鹅，然后勉强还可以的，我们就拿回来自己吃，或者分享给其他亲朋好友，然后把这个分等级，分一级品就放这边，然后二级品就这样子。本鸡装的给鸡吃，桶子装的给人吃，这种分类可以避免浪费。另外还有更积极的做法，必须从源头做起，那就是教育消费者。现在的妇女啊，对蔬菜这个品质啊，认识的好像没有以前人那么多。现在人只要看到是好看，他只是在外表好看，他不知道这里面的内容。像这个叶片，这个是已经经过风吹雨淋日晒斑点，它已经在田里面正常实现了，所以才有这种斑点。有这种斑点的菜啊，这高丽菜它是最好的品质。植物的外表虽有美丑之分，但是作物的外观却是各种生态作用的结果。消费者如果想要吃得安全健康，应该要回过头来认识农产品的本质，理解大自然的变化。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农产在生产的过程中，它就不是工业的产品，它必然就是会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形状，然后它也是生态的一部分，所以被虫吃、被鸟啄，这个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在购买食物的时候，其实也不只有我们在吃菜而已，其实我们也是跟农友还有跟整个环境在做一个连接跟支持。可惜现实情况是，消费端的理解程度依然无法超越长期累积的偏见，因此像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这样的消费者团体，就必须想尽办法在出货过程中减少资源浪费。我们希望在这过程里面，大家对于规格外的个头大大小小的可以接受，所以我们常常把大的小的混在一起。红萝卜上面还带土啊，或者是马铃薯大大小小啊，或者是洋葱，那洋葱的个头也是不是像市场上是漂亮的东西才有机会上到消费者的面前。其次，如果次级品是不能吃的，就送给农友做堆肥，而还可以食用的就卖给员工或拿来做合作社的营养午餐。它
的食材是健康的，所以我们员工吃的说次级品也不是说烂到说不能吃的样子。你看我们的菜你也看到，就是你看花椰菜，就是那个白花椰，就直接这样炒就很清甜啊，因为它很新鲜嘛，知道吗？然后有些那个萝卜汤啊，萝卜就煮熬汤啊，哈，就是反正当季的蔬菜就最好吃的啦。所以健不健康或好不好吃，不会因为它的外观而有感觉。不会，你吃了就知道。合作社的员工餐厅每天供应80人到130人的午餐，有效消化无法上架的次级农产品。午餐结束后，从厨余桶内的少量厨余也可以看到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环保减量的实践过程。除了星期三与星期天，台北市清洁队都会出动专车收垃圾和回收资源，其中也包含厨余的回收。我们环保局啊，几乎每个这个收集点的话，我们都会分配有那个，包括这个瓶瓶罐的资源回收车嘛，包括厨余车，那当然一个是收垃圾压收车嘛，所以我们目前来讲，184条线的话，都有这样一个配备嘛。平常是星期一、星期四，还有夏天的量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星期一、星期四是星期三、星期天没收，两天积这一天会比较多一点，夏天是水果皮比较多一点。自从民国89年垃圾清理费随袋征收之后，台北市的垃圾量从每天的3000公吨降为1000公吨，其中厨余量占20%，约有200公吨。我会告诉他们，那个蔬菜类、叶菜类、果皮类，就是分类装好一桶，吃剩下的饭菜类又是另外一桶，生食跟熟食会分开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看他的生活习惯为主吧，因为外食族你很难叫他有很细致的，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一般都有这样的概念。橘色桶装熟食厨余，占总厨余量1/10，可以拿来喂猪。另外9%是生食厨余，装在蓝色桶里，主要拿来做堆肥。虽然跟过去相较，台北市居民的厨余量大幅减少，不过外食族在无意之间制造的浪费情况还是屡见不鲜。因为吃到饱的餐厅一定会遇到客人会乱点或是狂点的情况出现，绝对会有的。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客人，我们会去跟他讲，如果你确定吃得完的话，我们都 OK 可以帮你顺顺的帮你出，把它出完。可是我吃不完的话，也是建议他，就是我们愿意帮他延时间，请他慢慢把这些东西消化完，因为我们也不需要浪费我们的食材。风行了20多年的吃到饱，俨然已经成为台湾饮食文化的特色之一。不过，部分业者为了区隔市场，逐渐由廉价的吃到饱调整为中高价的吃得巧。只是说，当社会已经习惯吃到饱之后，吃到饱往往容易变成吃不完，形成消费行为的浪费模式。吃到饱的文化，它除了食物浪费之外，它又让肥胖或者是身体健康，因为过食嘛，过度的吃东西，其实对身体的负担，我们又会创造另外一种需求，就是减肥的需求啊。浪费里面其实是因为有意识跟无意识，我们被鼓励去做某些事情。除了吃到饱之外，消费者也容易在购买中制造浪费。面对超市架上的规格化包装、精致的外观，如果没有事先拟定采购计划，消费者往往会因为业者的促销手法而不小心买的太多。另外一个就是买一送几，买二送几。我们大部分的采买认为说这样是精打细算，可是精打细算可能又创造另外一个买回去并没有吃完，最后丢掉的时候觉得也没关系，因为买的时候很便宜。食物从产地到餐桌的这一段旅程，对人类来说是文化发展的一段见证。
与传统农业社会对照，产销失衡造成的浪费，规格化标准形成的耗损，过度使用或购买的现代化现象，再再显示人类文明的不进反退。其实每一个个人的小小改变都是整体社会的大大进步。一把青菜一口饭，是食物还是废物？这个定义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